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现在呢，我们去抓个鸡，因为今天呢，翠花回来啊，杀鸡打火锅。现在我们去那边鸡舍那边挑一个老一点的啊鸡，拿回来杀掉，然后做这个锅底。现在我们可以数一下，都没有多少个鸡了。应该现在最老的应该是那个公鸡是最老的了，剩下这些。抓回来养不到一个月，又吃完一批。现在我们就抓那个。搞定，就这个了。这个应该有个4斤4斤多啊，这样子。先拿回去杀掉它。这些就先留着啊。刚刚我们的白天鹅大厨已经杀好了鸡了啊，噔噔噔噔，然后他在这里洗这个叫野生蘑菇，那今天他们去找的，因为今天100块一斤呢，要那么贵啊？很贵的，100块一斤啊？很少了现在。他们刚刚去找的，因为今天下雨，然后这边我二哥啊在洗这个青菜，打火锅嘛，必须要有青菜的啊，有钱也买不到，真的是，100块钱一斤，现在隔200我都不卖，嘿，你都洗干净了，刚刚忘记了，记得吃，现在煮熟了，准备吃了啊。啊，四神五一回来啊！爷爷，老娘给买了50剪刀，现在买把剪刀给小孩子剪东西，他给我买这把。这把不是够大吗？好用吗？是大人的剪刀啊！这把好用，打火锅。大的是剪刀，大的可真好。这个就是去找的那种野蘑菇，这个呢是冻过的，这个肥牛。那边这个是牛肉，简简单单又一餐，先吃饭啊，一家人先吃饭啊。我老弟啊，这一期我就重点说一个问题，这个是我堂弟，还没有女朋友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就是老娘也没有女朋友。刚才我几言自己在这里吃这个豆腐。他蘸一下这个蘸酱，又吃一口，他说真香，香不香？看到我嘴巴了，看到你嘴巴了，真香，香不香？香，不香了，是一个屁股不香。哎，吃饭不能说屁股啊，知道吗？吃了豆腐，好好吃，好好吃啊，好香啊，这么好的菜谱，必须要搞一杯了，来。搞一搞我们这个马蜂酒啊，这个是马蜂酒来的。好多度泡出来的，泡了半年多就已经开始喝了，受不了了。